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喂，你好，我是饶翔义。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8号的下午就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进行第41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的祝贺。习近平强调，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解放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做好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下篇文章，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优化人才队伍建设布局等方面下了很大气力，解放军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未来5年，解放军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要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全面加强解放军人才工作。习近平强调，要提高人才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培养的人才符合强军事业需要，坚持从政治上培养、考察、使用人才，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人才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要紧跟战争形态演变趋势，提高战备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加强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高技术知识学习，以科技素养提升促进能力素质升级。习近平指出，要统筹推进识才、聚才、育才、用才等各方面改革创新，坚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要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在重大任务和斗争一线培养和发现人才，要创新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规划各类人员职业发展路径，强化为人才服务的理念，形成具有军事职业比较优势的人才制度体系。习近平强调，做好解放军人才工作，离不开全党全国各方面大力支持，要加强军地沟通协作，坚持军事需求导向，推动解放军人才工作深度融入人才强国建设。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在相关政策制定、资源共享等方面给予支持配合，齐心协力把解放军人才工作做得更好，为推进强军事业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全军学习贯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专题工作会议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并讲话。许其亮就指出，习主席重要讲话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明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为召开党的20大进行了有力思想提领和政治动员。张又侠指出，全局要强化学习贯彻的政治责任，深刻领悟内涵要义，更加坚定自觉拥护两个确立，切实掌握用好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要以优良学风抓好学习贯彻，着力强固政治忠诚，紧实抓好备战打仗，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到各项的工作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闽某部队日前发布公告，今天在福建平潭举行实弹射击。另外，南海海域29号到30号也举行为期2天的军事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闽某部队于30号上午8点到晚上9点，在福建平潭县举行实弹射击，相关区域进行警戒封锁。其中，路上封锁区域为大福村委会至枫球山路段，即蓝屿海岛生活、枫球山和帆船礁区域。
海上封锁区域为平潭封球山东南向外海延伸10公里海域。实弹射击期间，禁止一切人员、车辆、船舶进入射击警戒区域。南海乡至孟山沿海一线船只不得出海作业。另外，广东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警告，29号至30号，广东省与海南岛之间南海琼州海峡西部海域和大万山岛东南海域进行为期2天的军事演习，禁止船舶进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在29号就乌克兰问题召开了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表示了，个别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的强调主权原则，但是在台湾的问题上却不断的挑战中国主权。他也警告表示，任何人都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不要玩火自焚。安理会29日就乌克兰问题召开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个别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强调主权原则，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挑战中国的主权，蓄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他警告，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有关国家不要玩火自焚。个别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强调主权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挑战中国的主权，甚至蓄意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这是对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亵渎和侵害。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坚如磐石。任何人都不要低估14亿多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希望有关国家看清楚这一点，不要玩火自焚。耿爽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够成为新冷战的开端，在战争和疫情的冲击下，国际社会更需要团结与合作，而把经贸往来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制造分裂和对抗，都是极不负责任和危险的行为。他呼吁各国要共同抵制这股逆流，推行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把经贸往来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刻意制造分裂和对抗，是极不负责任和极其危险的举动。我们绝不能让乌克兰危机拉开新冷战的序幕，绝不能重蹈历史覆辙，绝不能让人类社会再次经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耿爽也表示，自今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的劝和促谈、停火止战，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捐赠了2批1500万人民币的援助物资，那么近期呢也会再追加2000万元用于紧急人道援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在关注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出访亚洲期间，会不会到访台湾受到各方的关注，但他仍然在29号拒绝透露具体行程，他的理由是考虑到安保因素。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行计划是否将包含访台行程持续受到关注。佩洛西在29号中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又一次以安保为由而拒绝透露详情，但表示国会议员和拜登政府一样注重亚太事务。I'm very excited if should we go to the countries that we you'll be hearing about along the way. We have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whether it comes to 3 things, I always say, security, economy,and governance, and this will be part of that. 此外，有知情人士向凤凰卫视透露，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在下周审议一项法案，旨在提高美台军事合作。周五当天，众议院两党议员也宣布提出法案，提高美国政府对中国文化、语言及政治的专业认知，以达到超越中国的目的。措施包括要求国务卿雇佣相关领域专家，并为有关政府人员培训中国对内对外政策方向等知识，设立中国战略顾问委员会，为当局的对华政策制定提供建议，通过政府问责办公室确立长远应对方案等。提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贝拉强调，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的地缘战略竞争中取胜，必须了解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体制，以及在印太地区的目标。他表示，长期优先对待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力量是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的当务之急。凤凰卫视陈令南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就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是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最有效方式。而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可能会乘机窜访台湾，美国白宫在29号就称，这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对佩洛西访问的认可。而目前美方也尚未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军方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在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8号的通话中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交流。拜登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布林肯强调，两国元首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对管控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至关重要。We have.Many differences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but over the past 40 plus years, we have managed those differences, and done it in a way that has preserved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has allowed, the people, on Taiwan to flourish. It would be important as part of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to manage this in a wise way that doesn't create, the prospect for conflict.And keeping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n this issue, especially between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I think is vital to doing that. 对于有报道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乘军机窜访台湾，白宫国安会官员29号表示，这是美国高级官员的例行访问安排，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对佩洛西访问的认可。Individual approval. I mean, this is very typical for her to travel aboard military aircraft, the same way that the cabinet officials do, and of course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do.白宫还表示，目前没有看到具体的迹象显示中国军方已经对佩洛西可能的访问采取行动。Just don't have, any concrete indications.Of something happening from a military perspective on the Chinese part. And you asked, I think, how would we respond to that? I'm not going to speculate one way or another on something that hasn't happened yet.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据报29号展开亚洲行，不过他是否会到访台湾，目前仍然是未解之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天就向佩洛西开炮，批评他最不该卷入的就是中国事务，讽刺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美国国会山日报29号报道，针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被传出可能访台一事，前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他自己成立的社交平台上猛烈开炮。特朗普表示，佩洛西接触的所有事情都会变成混乱，中国问题是他最不应该卷入的问题，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特朗普还说，疯癫的佩洛西非要一脚插进来，引起巨大的摩擦和仇恨，他真是一团糟。佩洛西此前被曝可能会在8月窜访台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中方近期已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正立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的图谋。而白宫此次也并未站在佩洛西一边。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被问到此事时就表示，美国军方认为佩洛西目前访问台湾不是个好主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下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到的是俄美外长通电话，关注双边关系以及乌克兰问题。杨润雄表示将会审视所有康文署场地演出活动的安全。继续来关注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9号在塔什干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王毅表示，当今的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共振，国际和地区热点的问题此起彼伏，各国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王毅在会上表示，要弘扬上海精神，和中共济，守望相助，持续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王毅就此提出中方建议，一是加强团结协作，捍卫各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二是巩固地区安全，加强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三股势力力度；三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四是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兜售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制造国际社会对立；五是推动组织建设，壮大上合组织综合实力。王毅驳斥了一些国家炮制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虚假信息，其实质是打着人权幌子，企图破坏新疆地区繁荣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振兴。新疆各族人民对此绝不会允许，全体中国人民对此绝不会答应，反对任何干涉他国内政、制造颜色革命、颠覆合法政权的图谋。另外，王毅阐述了中方对阿富汗问题的看法。他指，当前阿富汗正处于由乱及治的关键时期，阿局势总体趋于稳定，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上合组织要坚持接触对话，鼓励阿包容见证，稳定施政，坚持扶危济困，帮助阿改善民生，恢复经济，坚持合力打孔，督促阿清除一切恐怖势力，坚持多边协调，汇聚更多地区国家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这也是俄乌战争以来俄美外长首次通话，两人讨论了双边关系以及乌克兰问题。布林肯形容通话坦率以及直接，主要是要求俄方接受美国的建议，释放两名被扣留的美国公民。布林肯也呼吁俄罗斯要遵守协议，让乌克兰恢复经由黑海出口粮食，以及不要吞并乌克兰东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拉夫罗夫说，美国没有履行承诺豁免制裁从俄罗斯运载粮食的船只，他也强调俄罗斯必定会达成所有出兵乌克兰的目标。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拉夫罗夫与布林肯首次通电话，两人除了谈及战事，还提到粮食出口问题。拉夫罗夫指美方未有兑现承诺豁免制裁从俄罗斯出口粮食的船只。拉夫罗夫又说，俄罗斯必定会完成出兵乌克兰的所有目标，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火只会加深乌克兰人民的痛苦。在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有船只正等候运载乌克兰的谷物离境。自从俄乌两国上周在联合国及土耳其斡旋下达成出口粮食协议后，乌克兰正全力恢复出口粮食。乌方表示，目前有17艘船在敖德萨等候出口粮食，其中16艘已装载了合共580吨谷物。总统泽连斯基更亲自到港口巡视，他说乌方已做好准备，正等待合作伙伴发出开始运粮的信号。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副总经理马尔克洛夫表示，运送天然气给欧洲的北溪一号涡轮机德国西门子公司实际只仅仅修复了不到1/4的已查明故障，而且西门子将涡轮机从加拿大送往德国而不是俄罗斯，不符合合同规定。俄气公司近期一再以维修为理由减少出往欧洲的天然气数量，令西方国家陷入能源危机。俄方称，只要西方伙伴完成合同规定的所有义务，天然气供应可以马上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评级机构惠誉宣布将3家乌克兰企业的信贷评级降级，原因是3家企业出现付款违约、不良债务交换和经营状态恶化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抵达南部港口敖德萨，视察粮食协议的执行情况。第一批货轮已经装载着乌克兰的谷物，即将通过黑海运往国外。在敖德萨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了对粮食安全出口的极大期望。Перше судно, перший корабель завантажується ще з початку війни. Це турецьке судно. Ми стоїмо, я стою на фоні цього судна.Це говорить про те, що порт почав працювати. Найголовніше для нас – порт працює, люди працюють. Ви бачите, що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Всі, скажу відверто, щасливі, що всі вийшли на роботу, всі мають роботу і що процес пішов.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працює прекрасно. Кораблів, які були завантажені і не змогли експортувати зерно через початок війни, з них почнеться експорт.Наша страна повністю готова. Всі сигнали ми передали партнерам ООН і Туреччині. І наші військові гарантують
безпекову ситуацію. Міністр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 прямому зв'язку з турец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і з ООН. Чекаємо від них, як то кажуть, можна починати. Україна Чонтон Панкутін Фучурен Пяши. Цін Льошуандон Хову Тітян Лікай Україн Канко. Сьогодні в портах Одещини вантажаться перші судна з українським зерном, що були заблоковані в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акваторіях від початку війни. Наразі в портах Одещини знаходяться 17 суден з майже 600 тисячами тонн вантажів. З них 16 суден з українським зерном загальною тонажністю близько 580 тисяч тонн, що найближчим часом вийдуть до портів призначення. 泽连斯基表示，他相信解除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阻碍，将有可能避免世界粮食短缺，以及需要粮食产品的国家饥饿和政治混乱。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美俄的换囚方案现在出现了变化。根据美国媒体在29号的报道，俄罗斯政府就要求在囚犯的交换方案当中增加一名正在德国监狱服刑的俄籍囚犯。 报道称，俄方要求增加的这名俄籍囚犯名叫克拉西科夫，曾是俄情报人员，但因于2019年在柏林谋杀了一名前车臣武装分子，而被德国法院于去年12月判处终身监禁，目前正在德国监狱服刑。 报道称，俄方本月初曾通过其情报部门私下告诉美方，称希望克拉西科夫得到释放，但美方起初并不将此视为俄方的正式要求。 报道称，有德国政府官员透露，美方曾私下询问德国是否愿意把克拉西科夫纳入换囚名单，但此事从未被上报至德国政府最高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对此事发表评论称，用两名被错误关押的美国人作为人质，换取一名在第三国服刑的俄罗斯刺客，这一做法有失诚信，不能算作是郑重的要求。而美国国务院则拒绝对此事作出评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就换囚一事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布林肯称双方的对话坦率且直接，美方要求俄方接受美方提出的实质性换囚方案。俄外交部则发表声明称，拉夫罗夫在通话中强烈建议美方在换囚一事上回到安静外交的模式，不要掺入太多猜测性信息。 美国政府此前向俄方提出，用正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军火商布特交换两名被俄罗斯关押的美国人，分别是 WNBA 球星格林纳和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惠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战事持续当中，俄军也继续的轰炸乌前线的多个城市，同时也试图要袭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定居点，但是也遭到了乌军击退。消息说，这是为了要防止乌军反攻，俄军还派出了雇佣军驻守部分前线，相信是自身的兵力不足。 而针对遭到炮击的亚速营战俘拘留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例行讲话当中反斥俄方蓄意屠杀战俘。乌克兰前线顿涅茨克地区内多城继续遭猛烈炮击。克拉马托斯克29号报称遭俄军火箭袭击，一人死亡，5人受伤，有房屋、汽车被炸毁，瓦砾还冒着烟。 与克拉马托斯克相距仅10余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同样遭导弹袭击，友军明楼受损严重。而在前线另一城市巴赫穆特，当地警方就表示，一天内遭俄方5次炮击，警方公布画面显示，炮击导致房屋起火，有消防人员到场救火。在位于两军交战中心的索列达尔导弹残骸随处可见，乌军总参谋部29号晚表示，俄军当天试图袭击顿涅茨克地区的索列达尔阿夫基夫卡等地，遭乌军击退。不过未能阻止受袭的居民楼燃成灰烬。乌方又指，俄军现正在北部哈尔科夫、南部赫松和扎布罗热集中力量维持阵地，试图阻止乌军反攻。 据英国情报部门消息，为应对乌军发起的反攻，俄方已下令要求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军控制部分前线。分析指，这举动再度佐证俄罗斯在军力方面承压，要靠雇佣军战斗。亲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29号指控乌军炮击顿涅茨克市，导致4名平民受伤。顿涅茨克市市长则表示，乌军使用集束弹药，向城市抛洒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蝴蝶反步兵地雷。蝴蝶雷杀伤力高，会在人踏上时爆炸，致残人的腿部。乌克兰早于2005年批准禁用公约。
而地区内的叶利诺夫卡同日也指控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攻击一个乌军亚速营战俘拘留所。俄媒报道称，拘留所内有53名乌方人员死亡，75人受伤，其中也包括多名工作人员。俄媒同时发布拘留所遇袭后的画面，可见内部损毁严重，囚室双层床烧剩支架。有来自俄罗斯的法政专家和亲俄武装人员正从烧焦的遇难者遗体上取证，以确认身份。俄军指控乌军为阻止拘留所的乌军投降而发动攻击，但就遭乌方否认，反指是俄军故意诋毁乌方，并借此隐瞒俄军虐待及处决拘留所内的战俘。乌总统泽连斯基也在当晚的例行讲话中指控俄军谋杀战俘，犯下战争罪。Це був свідомий російський воєнний злочин, свідоме масове вбивство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ополонених, більше 50 загиблих. Додам від себе, має бути чітке юридичне визнання Росії державою спонсором тероризму. Особливо зараз я звертаюся до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Рішення потрібне, потрібне.Зара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不过，纵观战事，乌军真的占上风了吗？现在有军事专家就说了，俄军是正在等待入冬后的交战。有许多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表示啊，特别是目前俄军是等待着冬季的战役，但是呢，乌克兰军队也是收缩自己的战线。那么目前的这种炮战和对峙呢，是主要发生在北顿涅茨克的战役的这种双方的战线，这包括塞维尔斯克、包括利西昌斯克以及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等等地区。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была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о совершена кровавая провокация по следственному изолятору в районе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Еленовка, в котором содержатся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украинские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боевик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Азов. Нанесен ракетный удар из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еактивной системы залпового огня «Хаймерс». Погибло 40 и ранено 75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украинцев. Кроме того, ранения различной степени тяжести получили 8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изолятор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складывают оружие, зная о гума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м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Данная вопиющая провокация совершена с целью запугиван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их сдачи в плен.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данной провокации расследуются.在斯洛维扬斯克的前线方向，俄乌两军在巴赫穆茨科耶以及索莱达尔郊区均有战斗。在阿尔杰莫夫斯基即巴赫穆托夫斯基方向，俄军彻底清除了位于巴赫穆特阿尔杰莫夫斯克东南部维尔西纳村的乌军。塞尔维斯克目前市中心的战斗仍然是不分胜负，乌军占领了市中心的高地，双方所进行的战斗，这是阵地的炮战。凤凰卫视卢宇光、尹丽、李显金、圣彼得堡的报道。下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到的是，美韩防长举行会谈，美国重申对韩国的防卫承诺。教宗展开加拿大忏悔之旅的最后一站行程，再次的向原住民来致歉。焦点转到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之后的首份施政报告将于10月发布，而港府目前正在就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李家超在今天上午落区到访深水埗旧楼住户，听取市民意见和建议。李家超在大厦内探访了一户基层家庭，与即将升读中二的学生以及他的家人见面。李家超就期望未来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小组，可以帮助到这一类有志向但是受限于经济环境的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还有希望，协助他们向上流和发挥所长。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李家超到访了这一下汤房大厦，那了解了要如何改善汤房结构安全以及成本等问题之后，也上楼与住户来见面。李家超随后在社交网站上面指出，自己与一个中学的学生还有家长见了面，学生获得了社区中心资助学习小提琴，但是由于考级的费用非常的昂贵，也因此没有报考。他希望当局早前成立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小组，可以协助更多有志向但是受制于经济环境的年轻人，帮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协助他们向上流和发挥所长。
再来关注到香港当红偶像团体 Mira 首次在红馆举办系列演唱会就发生了严重事故，两名舞者被掉落的巨型屏幕砸伤送院，其中一人情况严重。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雄今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了，当局也会聘请工程专家一同参与调查，如果发现涉及失职一定会追究到底。另外接下来也会和主办方方面商讨调节舞台安排以确保安全，相信相对静态和简单的舞台表演还可以继续。香港男子组合 Mirror 二十八号在红馆演唱会发生意外，两名舞蹈人员被跌下的大屏幕击中受伤送院。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雄表示，日前已到现场了解，涉事大型屏幕有两条钢索，其中一条脱落，当局会调查原因，包括使用物料和设计等，不排除屏幕由于可以转动和升降，操作上容易发生意外。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的小组会连同工程师学会的专家做出调查。他表示，每一个细节都会逐个检视，一定会查出原因。政府不同部门会再按照法律要求跟进，若发现涉及失职或做得不好，一定会追究。工作小组将于下周初开会，预料几个星期会有结果。在报告未完成之前，当局会审视所有康文署场地的演出活动安全，若牵涉同类装置，有可能要求暂停。而家个做法就系喺我哋未有呢、这个报告或者呢个调查结果出嘅时候咧。康文署是会联络嚟紧嘅表演嘅场地，同佢哋详细去睇，尤其是即系嗰啲要有啲嘢掉即系掉落嚟或者掉上去嗰啲咧，会特别去同佢倾清楚，究竟第一系咪一定有咁嘅需要先啦，第二点样可以防止令到佢更加安全啦，同埋万一即系有啲咩事嘅时候，即系点样可以保障到即系喺台上面嘅人、或者喺甚至喺台下嘅观众嘅安全。杨润雄强调，这类表演首先一定要顾及安全，演出好看固然重要，但用安全作为代价绝对不值得。但他也指出，不可能整个业界停顿来等待一个报告，红磡八月中还有其他演出，当局会和主办方商讨调节舞台安排以确保安全，相信相对静态和简单的舞台表演还可以继续。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给在伊丽莎伯医院现场记者卢希文。希文晚安。江一文，其实我们也很关心这一起事件当中，目前就在你背后深切治疗部在持续治疗这一名舞者，他的最新病情是如何的呢？帮我们解说一下。好的，祥毅，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香港伊丽莎伯医院的现场。那么在7月28号，也就是前天的晚上呢，香港人气偶像团体 Mirror 呢是在香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这个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当时是发生意外。那么当时舞台中央的这个大屏幕呢是突然跌落，砸中了两名正在现场表演的这个舞蹈演员。那么就在当天晚上呢，这两名舞蹈演员呢都被送到了我所在的这个伊丽莎伯医院呢进行这样一个治疗。那么其中一名舞蹈演员呢，由于他的伤势呢是比较稳定，那么在昨天呢，已经是由家人呢是陪伴呢是离开了我所在的这个伊丽莎伯医院。但是另外一名伤者，他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他的头部和颈部呢都是受伤。那他在昨天呢已经是完成了手术，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仍然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他目前仍然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深切治疗部呢进行这样一个进一步的治疗。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指呢，这一名伤者他的家属呢是已经预定到了这个抵港后的隔离检疫酒店的房间。那么这名家属在抵港之后呢，医务卫生局表示呢是会尽快协助他呢是完成相关的入境检疫的这样一些程序。那么在完成这些程序，例如是拿到这个阴性结果的检测证明以及是检疫令之后呢，医务卫生局呢就会尽快的协助这个伤者的家属呢来到我身后的这个深切治疗部呢是来探望这一名的伤者。那么同时医管局也表示呢，近日留意到有一些市民他们在现场呢其实是目睹了当天的这样一个意外，或者说他们是浏览到了网上这些片段的这样一个意外，引起了一个情绪的不适。所以医管局的这个精神健康的专线呢也是准备好为相关的市民服务，如果市民出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不适呢，应该是尽快的寻求这样一个协助。那么相关的症状可能就会包括说失眠，或者是呢当天的这个片段不断在自己的脑当中回响。那么这些
情况呢出现的话呢，都要求市民呢是尽快的寻求相关的医务人员的这样一个协助。那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也是表示，对于此次的事件呢，他认为是有三个重点。第一呢，行动和调查呢一定是要迅速的。第二呢，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调查。那么第三呢，他认为是说是需要一个高层的介入，以使得此次事件呢是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是恰当的这样一个处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呢也是到这个事发的这个红磡体育馆呢是进行了一个视察。他在视察之后呢就表示，当天是由于这个屏幕上有两根这样的一个钢索，那么其中一根钢索呢出现了断裂，所以呢才导致了当天这个意外的发生。他也在现场就表示说呢，是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呢来处理相关的事件，检视相关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个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呢也表示，目前的所有工作呢，现场的所有的工作呢都已经停工了。那我们现场在看到呢，目前是有各大的媒体呢以及是各界都非常关注此次的事件。而此次事件如果他关注的意义，除了说让公众能够及时的了解到这个事件的过程以及细节之外呢，如果这一次事件能的关注能够引起到各方的足够的重视，让我们在今后呢是能够珍视以及是尊重每一条生命，那我们今天的关注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祥义以及是陈子。谢谢新闻最新连线陈总，刚才看到新闻背后的深切治疗部，目前这伤重伤的演员他目前仍留医观察，而他的父母今天即将抵港，后续我们有报道。是，好的，我们下一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稍后见。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29号在美国五角大楼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商定扩大实施下半年举行的联合军演，并且在近期举行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和磋商工作组会议。奥斯汀在与李钟燮的会晤中重申了美国对韩国坚定不移的防卫承诺，他并指出朝鲜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活跃的导弹试射时期，强调面对朝鲜带来的危险和破坏稳定行动，美韩同盟要坚定站在一起做好准备。 As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ROK is ironclad, and we stand together in the face of several key challenges, and foremost among themis a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 The Kim regime is engaged in the most active period of missile tests in its history. 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防长同意扩大两国将于下半年举行的联合军演，将联合军演与韩方的已知演习相整合，通过在韩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战略武器，强化韩美同盟的威慑力。李钟燮表示，扩大后的军演或将命名为已知自由之盾，以强调演习的防御性质。两国防长并同意早日重启美韩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与磋商工作组会议，两国还决定争取年内举行延伸威慑手段运用演习，谋求在朝鲜核威胁等情况下的联合应对方案。李钟燮表示，双方重申美国承诺会以一切可用手段对抗朝鲜核武，包括核动力航母和战斗轰炸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与日本29号在华盛顿启动了美日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首次会议，美日外长与商务部长共同主持了会议。除了加强双边的经济合作，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挑战，也是这次会晤的焦点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29号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首次美日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会议。布林肯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导致全球食品价格和燃油价格飙升，还有中国在地区的经济行为，都证明这次会谈的必要性。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 in a global economy where all countries hold themselves.To norms, to standards, to practices that allow people, ideas, goods, capital to move freely, where disputes are resolved swiftly, peacefully, openly, and where trade and commerce support workers, raise incomes,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create opportunity for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he EPCC is the latest addition to an ever-growing partnership with Japan.
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发出谴责，指出俄罗斯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日本绝不允许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同时，日本还注意到一些企图以不公平和不透明方式利用经济影响力来实现战略利益，并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日本和美国将会保持其竞争力和韧性，实现印太地区的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在会后，美日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详细阐述了美日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在2022年的行动计划。双方承诺加强供应链的韧性，特别是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为此，美国和日本将建立一个新的半导体联合研究中心，并向志同道合的国家开放。As we discussed today, semiconductors are the linchpin of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we had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today around how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ollaborat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advanced semiconductors. It will enhance our joint work on supply chains,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both of our nations, and importantly, make us less dependent on our adversaries for such a critical piece of technology.联合声明还指出，美日要通过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实现和平与繁荣，其中特别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发出谴责。其次，双方还同意打击经济胁迫以及不公平和不透明的借贷行为。此外，美日还将促进和保护新兴技术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继续在全球部署安全和开放的 5G 网络。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美国众议院在19号则是通过了立法，重新禁止半自动枪支。不过，法案预料不会得到参议院的支持。我们看到众议院是以217票赞成、21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法案，禁止进口、销售、生产和使用半自动武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推动法案投票，他表示这一项的法案将会拯救生命。但是共和党人认为这只是民主党人的选举年战略。众院只有2名的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也预料法案不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国会曾经在1994年通过类似的法案，禁止生产和销售半自动枪支，有效期长达10年。而拜登政府称，禁枪的10年期间，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数量是下降的，但禁枪令失效的2004年，大规模的枪击案数量是之前的3倍。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19号飞抵加拿大北部的努纳武特地区首府伊卡卢伊特，这是教宗这次5天忏悔朝圣之旅的最后一站，也是教宗访问过的最北的地点。教宗再一次就当年教会寄宿学校虐待事件向原住民幸存者道歉以及恳求原谅。努纳武特位于北极地区，面积由美国阿拉斯加和加州加起来那么大，人口只有4万，绝大部分是因纽特人，首府伊卡卢伊特人口7500人，只有一座天主教的圣尤达教堂。当地时间29号晚间，方济各出现在当地一所小学外的会场时，现场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因纽特人表演当地传统特色的鼓舞和喉音演唱，原住民长者并把一面鼓作为礼物送给教宗。教宗在讲话中再次就包括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犯下的罪恶表示道歉并恳求原谅。有民众听到这番话拥抱痛哭。Quisiera decirles que estoy muy apenado y quiero pedir perdón por el mal que cometieron no pocos católicos en esas escuelas que contribuyeron a políticas de asimilación cultural y desvinculación. 方济各的讲话结束后，现场有流泪，也有掌声。有民众向教宗高喊“我们爱你”，但也有示威者展示标语，抗议寄宿学校虐待事件。和被称为发现教义的15世纪教宗诏令，容许教会合法夺取非教会人民的统治及土地。方济各在伊卡卢伊特逗留了约4个小时，比原定时间长了1个小时。除了这场公开演讲活动，
他还私下会晤了原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了解他们的亲身遭遇。而在结束在伊卡卢伊特的活动后，方济各就乘坐专机返回梵蒂冈。谈到这次忏悔之旅的象征意义，方济各指出，他驱散了黑暗，带来了温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关心猴痘的疫情，巴西卫生部在29号确认，当地出现了首例的猴痘死亡个案。根据报道，这也是全球本次猴痘疫情中在非洲之外的首起死亡病例。巴西媒体报道了说，这一起病例是一名淋巴瘤和免疫力低下的男子，28号在巴西的东南部去世，而病人有其他相关的合并症以及化疗病史，死因是因为猴痘加重的败血症休克。截至到28号，巴西共确诊了1066例的猴痘确诊个案，分布在15个州和联邦区，主要集中在人口大州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还有东南部等地。本周圣保罗市就报告了巴西的首例儿童感染猴痘病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这一例的死亡个案是本次的猴痘疫情当中在非洲之外报告的首起死亡个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29号举行的一场板球联赛当中发生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导致了13名观众受伤，伤者都已经送院，而医院方面表示有一人已经出院。有网传的画面可以见到，爆炸发生之后观众是慌忙逃离，据悉比赛一度暂停，但是在清理完场地之后便恢复进行。不过当天傍晚，塔利班政府派出警察封锁前往板球场的道路。联合国驻阿富汗人道主义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当时也在现场，他前往观看比赛，并且向阿富汗全国板球协会发表讲话。阿拉克巴罗夫其后发表声明，谴责这是一次袭击事件，目前暂时没有人或组织声称对这一次爆炸负责。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我们再会。再会。